看够了吗？谁稀罕看你？你挡着光了。不过话说回来，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你可别跟我说这是什么巧合。还真是巧合，我刚做完体检，就看到你被送急诊 ，CC 去帮你办手续了，让我来看着你。看着我？姐姐，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不过你说你都这么大的人了，自己对什么东西过敏，自己不知道吗？我记得我前几年过敏都治好了，而且我平常也不吃这些东西的。CC 还以为你感情受了创伤，抑郁想不开呢。怎么可能？他开什么玩笑？就为了那个渣男，那才不值得。我来帮你啊！不用，我还没有废呢。姐姐，我自己来，让我自己独自享受这十级孤独吧。啊，风云，明后天你有事情吗？陪我去买一些婴儿用品吧。走，我明天应该没什么事。让我们的宝宝健健康康的出生。行了，啊，以后吃东西的时候注意一点。芝麻过敏可不是小事儿啊，多上点心。嗯，我记住。等办完手续就出院吧。来，男朋友签一下字。啊哦，那个，这是我弟弟，他中文不太好，我不认识字。不过医生，既然我都来医院了，您能不能给我拍个片子？嗯，怎么了？我最近总觉得睡眠不太好，总是会出现幻觉。我觉得有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别瞎想，你没事儿，还会玩帆船。干嘛？我想看你脑子是不是烧坏了。我们还是出去等 CC 吧。医生开的药拿好。这么多药，这些药都怎么吃啊？姐姐，我中文不太好，看不懂。双胞胎的话，就叫他们蒋妍妍和蒋萌萌。那你不会快点？怎么了，老公？遇到熟人了吗？没有，应该是认错了吧。老婆，嗯，你在这等我，我去取个号。嗯，快去快回啊。嗯，好。又来带太太做产检来了。是。哎呀，恭喜您如愿以偿，终于可以做爸爸了。咱们也好久没见了。对。哎，刚才那个是向威吗？对，是一大早上就被急诊送过来了，听说好像是因为食物过敏引发的休克。食物过敏？他这么谨慎的人不应该吃错东西啊。电梯到了，我先走了。哦，下楼。来，哎，你跟踪我？我就是想来看看你和孩子。许深，你冷静一点吧。萌萌，你很清楚我在说什么。孩子是我们的，不是吗？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有能力照顾好你们的。你说什么呢？孩子当然是风言的。孩子只能有一个爸爸。萌萌，不要再逞强了，我真的很后悔，我后悔我当初为什么不主动一点。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我一直以为只有你是理解我的，没想到现在连你也逼我。那如果我要强行留住你们呢？萌萌，萌萌。怎么在这儿？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没有，我刚才看到一个妈妈团，她说明天呢有准爸爸和准妈妈的讲座会，让我去看一下。好啊，走吧。走。老婆，我还有一点应酬，需要晚点回去，你先休息吧，不用等我。一个爱出轨的男人，他最在乎的绝对不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妻子，更不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第三者。他爱不爱我，我不好说，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爱你。对不起，我错了，你能原谅我吗？有何贵干？请你远离我们的生活。你大半夜的跑来我家，就为了说这事儿啊？你真的信任你的丈夫吗？你有什么企图啊？婚姻这场博弈是你和蒋风言的，我又不是你的对手。你不要用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来对我说教，你不过也是婚姻中的失败者。婚纱和照片为什么一模一样？洗漱用品摆放的也一模一样。向萌，你有没有觉得你们的婚姻好像是蒋风言从以前的生活复制粘贴过去的？其实蒋风言的温柔体贴几乎是所有女人对婚姻的幻想，但其实他只是想把他自己包裹在舒适圈里，每一个靠近他的人都要做出改变。
喂，是我。啊，那个，这么晚打电话，没有打扰到你吧？哦，昨天保险公司给我打电话了，说有几个保单要续费了。他们也联系我了，我和客服讲了，我们已经离婚了。他说会帮我们处理好的。我这两天总是接连接到这种电话，有医院打来的，银行打来的，还有保险公司的。好了，我都会处理好的，请你不要再以这样的理由打电话来骚扰我了。小萌，其实我不恨你。当婚姻的寒冬袭来，不是你也会是别人。但是原谅一个人太难了，我希望你和蒋风言永远活在悔恨中。我怎么在这儿啊？你醒了？你还来找我干嘛？现在见面都要用这种方式了吗？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纠缠了。你哭了？不用你管。喝口水吧。下这么大雨，上去说不行吗？就在这儿吧，我已经结婚了。行，只要你过得幸福，我就开心了。你在我水里下药了。你知道的，我没有办法。你只是不甘心而已，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们回不到之前了，萌萌，我错了，你不要离开我好吗？放开！我自己选的路，我跪着要走完。如果你执意要做挡我的那个人，你就是我的敌人。哎，萌萌，等一下。行，你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好吗？让我陪我们的孩子出生。孩子是蒋风言的，不是你的。萌萌，喂，萌萌，你在哪儿？老婆，你也没回家，干嘛去了呀？急死我了，先下来。你
昨天的电话我都听到了，都说男人出轨一次就会有无数次，我们结束吧。我不想从一个恶果走向另一个恶果，我也不想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家庭。萌萌，我们是夫妻啊，不一样的，我不会重蹈覆辙的，相信我，你先下来啊。你拿什么保证啊？像你当年跟香薇保证的一样吗？老婆，你相信我，我们是孩子的爸爸妈妈，我们都爱孩子胜过自己，孩子是无辜的啊。你能给孩子什么安全感？为了你我以全世界为敌，可是结果呢？我这就让律师拟一份协议，如果我是婚姻的过错方，我就净身出户，把一切都留给你跟孩子，好吗？相信我，来，先下来。上杆的时候，肩膀的肌肉不要动太快。左边腰部要收紧，重心放在左脚。厉害吧？不过你怎么在这儿？听 CC 说你在这里练球，出于友好，过来探望一下。探望？你到底是过来探望我呢，还是过来嘲笑我的？去喝两杯吧。不去，你影响我练习，负得了责任吗？不负责。身为投资人，有义务对创始人的生命安全负责。生命安全？哎，楚雨墨，你是说我球技已经差到自残的这种程度了吗？你还真是刻苦啊。这么大的 bug， 难道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不是原来的香薇吗？我弄砸了我的人生，还要跑到他的世界里面搞砸他的人生。小朋友，可不是每个人都会相信穿越的。你叫谁小朋友啊？我现在比你大，你应该叫我一声姐姐。吃点东西吧。你就吃这些啊？我现在的人生轨迹呢，还没有进化到学会做饭这项技能。那上次家宴怎么回事？我点的外卖啊，然后把它装到我们家的盘子里面去。还真有你的。我可以教你打高尔夫，前提是你得叫我一声师傅。那我为什么不干脆去请一个教练呢？哎，教练可不一定有我打得好。你是不是喜欢我？哦不，你是不是喜欢这个设计的香薇？看不出来呀，小厨子，你喜欢姐弟恋，表面狼系，内心忠犬。以我的性格，我现在就把你和林瑞从我的合作伙伴名单里划掉。哎呀，怎么说着说着还急了？我还是非常感谢你的。至少我现在每天的秘密还有一个人可以倾诉，要不然每天戴着一副面具生活，去扮演另外一个自己，颤颤巍巍的过每一天，很辛苦的。你知道为什么高尔夫球要打18个洞的原因？为什么？苏格兰的冬季寒冷潮湿，牧羊人在放牧的时候总会带上一瓶烈酒，以此驱寒取暖。牧羊人每用一颗石子打入兔子洞的时候，就会喝一瓶盖子酒，接着再寻找下一个目标。当打完18个兔子洞，正好一壶18盎司的酒就喝完了。久而久之，
这也就成为了高尔夫球打18个洞的原因。小梅，我期待你打完你的全程。喂，谢谢。喂，薇姐，不好了，有人开始做空向事，老向总一着急犯了心脏病，但是你继母许清仍然坚持在家，让家庭医生治疗。你现在马上派一辆私立医院的救护车过去，我马上到。许清，你让我进去，我们应该赶快把他送到医院诊治，人命关天呐，再拖下去就来不及了。把他送到医院治好了，那我们呢？你想要我在向家忍气吞声一辈子是吗？这是老天给我的一次机会，从现在开始向家的一切我都不在乎，但是属于我女儿的东西我必须掌控在我手中才行，其余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你明白吗？简直是疯了，简直不可理喻。不管你同不同意，今天我必须把向先生送到医院去。不需要了，延误患者抢救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以后你们两个都不会出现在向家了，这个档案袋里面是你们俩这些年出轨的证据。许清变卖向氏家产，而你的情夫利用私人医生职务之便挪用公款，你是怎么知道的？无论你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我都会找到你。我母亲受的伤害，我要让你加倍奉还。救护车来了，我就不奉陪了，你们俩好自为之吧。不要为难灵芝，因为是夏薇的心血，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5年内我不会回朱家，瑞德的董事会长还是你。5年的时间够你给你儿子在楚家立足了吗？不后悔？不后悔。感受越多，霓虹下的。
是谁对谁错，我一次次吞咽着苦涩，这笔藏谁的，我像羽毛一样漂浮着，在